就是 A 和 B 是同名同姓的， A 有在修， B 没有修， A 画的小房子给自己妖精者会不会给 B 的妖精者拿走？不会的，下面管得很清楚的。啊、你开什么玩笑、啊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气场的呀，你以为名字一样你就有气场了？你现在起个名字叫比尔盖茨，你看看你是不是比尔盖茨了？我是不是？好了。